Hello， 陈妞吗？今天终于出来巡台了，现在比较没有那么热，可以到别的地方打台看看。坐到。哎，有，上来，坐。我都做好了。出，哎，出！石头无一郎，不是石头无一郎啊，这个是朱氏的徒弟哦。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！哎，大哥出来！哇，完美的插到洞里！是啊，刚刚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一只，那这一台我们就打了玉石狼了。那只是多少 ？B。剩两个奖，随便了、啊，对了，还是你抽，我刚才已经中了，你看、啊，夹了玉石狼，抽一抽，一，我们走吧，看看别台，他用那个包蒜头的袋子把铁盒包起来了，这包蒜头的吗？我不是。包蒜头，有点气泡纸的概念，夹看看。但它剩煞波跟那个金属能，好像不太。煞波跟金属能，它可能要这样敲吧，拨啊拨，拨过来这样，拨过来。哎，有机会，没拖哎、欸。这台保值了，380吗？360。360。然后350。咦、欸，那要不要坐过来？看差多少？哇，出！哇，没拖哎、欸，他是要捏到墩子哎，是要捏到那个坎吗？哎、欸，丢了啦！坐过来。我打十个，哇，因为还有二六，哇，要不要中两？这个是2-3。他10块一头，对啊，10块一头，很久没玩到10块一头的台了。10块一头就有36次的机会，赚大赚多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扣三，差一点贴到他那个蒜头的那个头，也不好脱，对啊，会捏太多，他只能这样勾在那个洞洞，也有点像那种束带的感觉。穿，啊，差一点，
回去。滚过来。他不知道他怎么放。有机会。哎，哇！哇，这样子还嚼不出来，真的是。Shit。Shit。哎，你抽到四个球包，看见我？什么？出！对，好了，那他。第四波，第四波。感应一下沙波在哪？一至三。一至三没中。没中。我。通灵网。通灵网。现在在打这一台的这个人，就是我们自己去直播，然后他自己搓，然后自己废套的那个。那个什么，钻石钻，这好像1200，那已经算是先当抽卡了吗？没有，你要对啊。再太多，那只能抠到一点点皮。他是拿那个球的网来做的，就是那个啊，洗碗槽那一种啊。虾皮买，特别去买这个。但我觉得这个那个十元商店就有卖啊。讲嘛，去买一个叫蒜头或姜油。对啊，蒜头他妈还可以煮饭。干嘛骂脏话？为什么叫被我丢？他还可以拿去煮饭。那录影要骂脏话。加妈妈机台的特色就是会骂脏话，所以不适合小孩观看。所以抽中就没事。通灵王。哎。前面空间比较小。有了。这个有。这个就很爽，两个洞。你说头上两个洞吗？被蒜头砸了。再来一下，有了，哇，很像哎，他在好哟，像，可是有趣。我有人当这条气泡纸在这里吧？有吗？那现在气泡纸也是蛮多人在玩的。那个全包变装会用，全包让他丢鞋吧。哎，不要意思。这个洞洞会越勾越大吗？不会。一般是不会，但是我每次拿蒜头的时候，我都直接把它扯开。差点冲出来！有吗？哦，不愧是通灵王，缴了学费之后马上就知道怎么出。啊！包变高了。哎、欸，整个溃堂在上面哎、欸！看到了，哇哇，我可能要退一下。有，他走啊，送我一个，不是收边边吗？哎、欸，哦，低。看，我们就抽到一只沙波，儿童专用高级橄榄球。不是很难吗？很难啊！是哦。可是它剩一个奖而已，哎，一个奖拿三只。一关，有一头了。那台面让我稍微往里面斜，一头二十。它有弹，但它往里面斜。怎么还是摆弹跳？
但是我还要拍回去。这个有时候巡台都是这样子，并不是一定巡出来每一次巡台都会抽到东西。哎，哦，好，可以。一至五的顺序。哎，A 二七。A 零七。真的打二十块打习惯了，都觉得哎，好像快爆夹了。它窄面太一半了。做不过来。好，糟糕。超新版，然后只剩两个角。把这放两个。没中奖。你要这个呢？啊，猪排。哎。嗯。我也出哦，炸猪排。终于夹到一只炸猪排了，太感动了！哎，算蛮漂亮的。现在刚那个猪排比较厚。好了，一切都幻觉。对啊，算了，不要打了。对啊，可以命啊！是有力，他是有力。对啊，他对啊，他是有力的。厉害！出来！啊，差一点。然后那只狗对不对？那只猫吧，那只熊吧，拉拉熊变成猫，这只有力吗？哎，有力哎！夹线起来会荡，现在夹线吗？这个出来就掉掉，回去啊！那随便再出一个就好了。出，哦，不会简单，不会简单。不要不要，给人做完了干嘛？因为牛猫，屁股，哎，那屁股那边有个洞哎，这应该是那个暖手宝之类的，屁股上有个洞，抱枕，屁股上有个洞，屁股的洞，它应该是那个可以抱着，手放在里面这样子，然后脸放在屁股上，哈哈，睡枕哎，打翻屁股打翻，对，屁股打翻吗？翻翻得过吗？哎呀！它要倒倒的比较好爽。别过来！哦，出来出来！哈哈，屁股。屁股转，哎、欸，屁股，第一次夹屁股，第一次夹巨无霸这么高兴。你在夹他娃娃屁股肌肉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等下再一次拿，哦，会卡电影，还是先拿？哎，其实卡电影，它是暖手宝，你可以摸到我的手。哦，午睡枕，屁股午睡枕，小熊维尼。那你帮我选。终极目标是变身后的拉拉熊。哇，有力耶！对啊，它有力。它的拉拉熊为什么长得像猫咪？啊！这只我要留着。哎呦，它出来了！拉拉熊在夹。要再过来一点，没关系。嗯，史迪奇来挡一下。对啊。哇，史迪奇更太扁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太扁了，路抓不到。要是我。对。要左脚小拇指，左脚小拇指太难了吧？直接来。他这么重，应该也不好回去吧？捏他的脚趾头，捏他的脚趾头就出货。啊！
对啊，有时候夹一下巨无霸也不错，心情会变好。哇，超大只！心情会变好。超大只拉拉熊，不是拉拉熊，看起来像是拉拉熊的玩偶。应该不行。天地捏保护。去夹夹他夹他的帽子，戴眼怪好戴帽子。夹他上眼皮。上眼皮。他有上眼皮。他不是吗？捏他的眼皮。哇。他那只应该就是用来挡死鬼。因为他刚刚在前面，他给他。好像都散掉了。那剩下这几只怪就会帮他打出来，再打一只。如果500块打到这么多只还算赚，因为大玩偶一只大概要100多，有些要150。这只这么大只，应该要超过150。哎，过来了！哎，捏他脚趾头，再捏他脚趾头。这一集就是捏脚趾头特辑。可是胯下，捏胯下，捏他蛋蛋。你看他还是有一点，要捏到属性那边。捏他的那，有了，哎、欸，哇，甚至一定要捏他的下面下体，捏下，捏下体，对啊，这个脚很刚好，他真的要到该逼那边呢，哇，他两个爪要插到他身体，一左一右插在该逼上，啊，哇。哎、欸、有啊！我这这我们把那边头比较捏头捏头，这哇！你看怎么疗愈啊？欢他啦，多给他10块钱。你就甩打他的鼻子啊！你不要再把他捏走了。哎呦！疗愈，你刚刚看到吗？他有四条命，四条命的。他夹了一只跳跳虎，啊，这台巨无霸我们就打了猪排屁股、小熊维尼，然后拉拉熊跟跳跳虎，快600块打5只，前面刚刚打的那弹跳都没打到东西。好，今天选台就到这边，拜拜。今天按照35岁的例子可以这样打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贴上给我的1句话就可以了。我们下期见。